哦，花生桂圆到，放这边啊。好，好，好了。来来来，放这边。嘿嘿，好，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慢点，我把这喜字贴这儿了啊。好，好，好，辛苦了。这边再高一点。行行行，好好好，就这样。老板娘，今天晚上可不能用茶水打发我们啊！啊，大家说是不是啊？放心，酒啊，一定会有的。有。还有酒呢，还有酒啊！老板娘。今天晚上我们可要一醉方休啊！大家呀，吃好喝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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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了。哎，哎，老板娘，你知道今天天蟾舞台什么戏吗？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哎呦，好戏，《贵妃醉酒》，好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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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梅兰芳啊。听说我们的老板和老板娘举行婚礼，免费让我们大家伙儿听他的《贵妃醉酒》。哎，到了，到了，太太。谢谢。好，您看，哎。熊老板，不，新郎官，你不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守着新娘，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听说你啊，远道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一高兴，就跑到对面四川饭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菜。谢谢啊，请。好，怎么把家选在这儿啊？好，这就叫闹中取静嘛。我把家安在这儿，谁会想得到啊？嗯，的确是有点出其不意呀。啊，到了，前面就是我的家。 请好，新郎官来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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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请邓大姐。哎呀，邓大姐您来了，恭喜！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恭喜啊！哎呀，熊老板，恭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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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听我说，诸位，今天我要代表远方的他，为老板和老板娘送上衷心的祝福。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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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恭喜恭喜啊！谢谢。梅超同志啊，你是刚到，我们这些人啊都恭喜过了，现在啊该解决肚子的问题了。饿了是吧？赶快上菜。好，上菜。来来来，快请坐。来来来，请坐。来来来，马上倒酒。好，今天是我跟端寿的大喜日子。 我请大家一边吃一边听免费的京戏，同时一边赏月一边祝福身在他乡的兄弟姐妹早日团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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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接送客人。这样，就为陈部长的部署提供了方便。不，是为我们盘查自苏俄回沪的共党要人提供了保证。自今日起，我管辖的警备司令部一定与陈部长领导的上海市党部紧密配合。陈部长，你我之间最好是有一个可信任的人。啊，蒋主席已经选定了杨先生为你我之间的联系人。没想到蒋主席想的是如此周到啊。他还亲笔写下了委任状，特派杨先生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蒋中正。那杨先生就是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了。多谢陈部长提携，也望熊司令以后多多关照。
不必客气。听说杨先生和外国工部局，尤其是英法租界以及日本方面有着较深的渊源。这今后嘛，以后有什么需要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您尽管吩咐。好，好。时下的当务之急是通力合作，勿使回国的共党分子落网。哪部分呢？你去，这叫不识相，董安，过来给我站好。还是，经理，经理，吴先生，我们的熊司令终于把您给盼来了。谢谢。熊司令太客气了，用不着这样高的礼仪啊。请，请。陈哥，有什么好消息吗？有，杨先生取得了国民党驻沪特派员的身份，更加密切了和兰普逊的关系，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有益处。好，熊世辉是个善于讨好蒋介石的人，对我们而言自然也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所以我认为只有杨先生这样一个特派员还是不够的。那你的意思呢？下一步必须在熊世辉的身边安插我们的耳目。首先我向大家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毕师同志受中央之托去安徽处理省委的问题，不慎在安徽被捕了。顺章同志，一定要想办法营救毕师同志出狱。是。随着各地省委连续遭到破坏，不仅工作难以展开，各省委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更为严重的是，甚至连贯彻党的六大决议都难以进行。恩来同志，你是中央的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央希望你尽快拿出整顿各省委的方案来。这是一项既艰苦又细致的工作，必须和有关的同志，尤其是熟悉北方顺治省委的蔡和森同志以及江苏省委的有关同志协商之后，我再向中央提出可供讨论的方案。可以。啊，党的六大之后啊，我听说斯大林同志发动了反布哈林的运动。啊，对此啊，立三同志有话要说。我以为我们党现在的工作重心已经不是肃清秋白同志的左倾盲动错误，而是要大反布哈林的右倾思想。我不赞成，我不赞成立三同志的意见。你们喝着水。来，诸位同志，我建议今晚上的会议换个地方召开。可以。哎，顺章，安排大家分头走。好，跟我走。哎，本来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已经失败了，不久前来到上海，他的工作安排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意见？等我和他协商之后再由中央决定。好，走走。
毕氏同志背部后的情况怎么样？毕氏同志在背部之后，一口咬定自己叫胡少府，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敌人不信，于是动了大刑，踩杠子，施加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毕氏同志真是受苦了，也可能是苦尽甘来啊。苦尽甘来，怎么讲？毕氏同志。 在被阿父安徽政府的所在地安庆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同乡，请他给当工程师的堂叔任礼卿捎信营救。我通过内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跟毕氏同志的夫人陈宗英同志取得了联系，让他返回长沙，把营救方案报给党中央。你说，这算不算是苦尽甘来啊？哎，真希望毕氏同志能够苦尽甘来啊！ 陈哥，你物色到能在熊世辉身边充当耳目的人选了吗？已经物色到了。我认识吗？认识。是秘密战线上的一位老同志，叫宋再生。宋再生？据我所知，他和熊世辉没有什么关系呀。据宋再生说，天赐良机，他结识了一个取信于熊世辉的中间人。这中间人你认识吗？宋再生让我等消息，跟我说，详情见面谈。 请问柯林大夫在不在？啊，您找柯林大夫啊？哎，我带您去，请跟我来。好，谢谢。怎么样啊，师兄？身体并无大碍。 多休息几天就好了。是啊，可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呀，营养不良，身体是不会好的。是啊，二位师兄弟近来可好啊？来，彭湃同志，来。 彭湃同志，真是想你啊！我也是非常想你啊！哎，对了，你们俩怎么成了师兄弟了？哦，是这样，我们俩是同乡，又就读同一所中学，只是他比我高三班，当然是师兄弟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慢慢谈，我到门口去看看。好嘞。哎，快坐。彭湃同志。 感觉怎么样啊？还好，最近好多了。恩来啊，我们家乡的农运失败了，我对不起党的重托。我比你失败的次数多，没关系，从头再来。我没能出席党的六大，心里不是滋味。党还是信任你、了解你的，宣你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哦。 你看，这是六大的主要文件，你仔细看一看。啊，我的工作呢？中央怎么安排的？中央的意思是，先听一听你的意见，然后再具体的安排工作。我听中央的，一句话：时下什么工作最忙，我就干什么。党的六大确定的方针，简单的说。 一是把沉寂的农民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再是积蓄力量，发动新的城市起义。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农运大王，还是先留在上海，出任中央农委书记，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好。
我没问题。现在，中央军委书记是杨英同志，你我这些搞过军运的同志，还要参与些军事工作。好啊，我恨不得马上和同志们一起投入战斗。嗯。小爷卖香烟了，是卖香烟。先生，里面请。哎呀，宋先生，陈先生，宋先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听说最近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呀、啊？哎呀，哪里，都是托您的福，给我介绍了几桩赚钱的买卖呀、啊。老板，需要什么请叫我。好，你先下去吧，我们要谈一笔生意。是。陈先生，走走走。书归正传吧，日前啊，我见到一个同乡，他跟我说，老宋啊，你的时运来了。我问他是什么时运啊，他说时下熊天义当了警备司令，他的师父是浙江大儒蒋尊轨老先生，你赶快去拜蒋为师吧。这有什么好处啊？他说只要你一拜师，他就会向熊天义保举你，起码能当一个侦探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百八十万。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啊？哼，你猜对了，拜师的条件，1000块钱的拜师费，200块钱的酒席费，以后进账嘛，三七分成，三归蒋尊轨，七归我。都说江浙人会经商，湖南人会打仗，这句话一点都没错。是啊。你怎么回答的？我说了，这是一件大事，让我回去想想。他同意了。哎，你的意见呢？我觉得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试一试，争取打入警备司令部，并接近熊世辉。嗯，那拜师的1200元钱呢？这个由我来筹集。哦，什么时候能筹集起啊？等我的老板有空了，我就向他汇报。好。同志们，为了适应这残酷的斗争环境，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我们加强保卫工作，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党中央要求我们用最先进的通讯手段加强中央和各地省委的联络，为此要求我们尽快掌握无线电通信技术。无线电通讯？嗯，你看我们这些人哪有一个懂这些先进技术的呀？是啊，没接触过。没接触过啊。嗯，我们是不懂无线电通信技术，但是我们可以学嘛，大家还可以毛遂自荐啊。我会修汽车，可以吗？修汽车？我还会修火车呢，这跟无线电有关系吗？不会可以学吗？无线电根本就碰见摸不着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不要再争了啊。据我所知啊，敌人现在对无线电通讯和设备正在严加管控，这件事情啊很难，再难也要搞，因为这是形势所逼。李强，嗯，我记得你是学土木工程的吧？是的。我看你就可以改行嘛。哎，对呀、啊，对呀、啊，是。那我就试试看吧。不是试，而是一定要排除万难，尽快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尽力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这项任务。好。另外，有一个叫张沈川的同志，我已经和他谈过话，他会协助你，你们要齐心协力的完成这件大事。是。哎，陈庚今天怎么没来啊？哦，嗯，陈庚去秘密约见宋再生同志了。他回来以后，让他立即来找我。宋先生，您的一位老朋友来看您了。哦，让他进来吧。请进。哎呦，陈先生，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啊，来，坐坐坐。老朋友相见，不知备好了美酒佳肴了没有啊？哈，套用一句老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等你我谈好了生意，保你酒足饭饱啊。
啊，坐。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有，我把那1200元钱交给视钱如命的蒋尊奎以后，他马上把我引荐给熊世辉。这位熊司令一看是自己恩师介绍来的，对我热情款待。等我回到家以后，蒋尊贵的电话跟着就打进来了，高兴地说：“天意已经来了电话，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这个政治密查员是个多大的官儿？啊，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第4号，这个有多大的权力？这么说吧，有了他，我可以自由地进出上海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还可以和英法的巡捕房取得联系。这些天你利用他干了些什么事情？我利用他结识了法租界的巡捕房探目范广真，还和浙江大同乡的有关人士建立了情报关系。很好。没事吧？好，咱们上回啊，去到这里，好，他记着了，然后他把这东西给整理一下。哎，好嘞。哎，老熊啊，哦，他们都到了吗？阿来和老顾还没有来啊。这不像是恩来的作风。恩来和老顾到现在还没有到，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请大家停一下。恩来，老麦同志，你需要立即回去搬家。现在就回去吗？嗯。恩来，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和你的家被敌人盯上了。啊？那我搬到什么地方去呢？先搬到我家去。快去吧，小超在家等你。快走吧。哎，好好，你们先回，等一下，注意安全，打个报纸。好，情况还是很复杂。嗯。哎，开会吧。啊，好，开会开会啊。今天的会议啊有两个内容。一，鉴于蔡和森同志坚持布哈林的右倾错误，经中央研究并报国际批准，解除蔡和森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和森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会上说啊。何森同志，来喝茶。一，我服从中央和国际的决定。二，我保留向中央和国际申诉的权利。可以。有关你的工作安排，经中央研究以后啊，由组织部长恩来同志通知你。周华同志，何森同志病得很严重，还是先让他回去休息吧。好，可以。何森，啊，坐，没事。庄老板，去送送何森同志吧。哎，不用不用不用。何森，注意安全啊。哦，庄老板，哎，你去给何森同志买点治咳嗽的药。好，快去吧。嗯。下面会议继续进行啊。中央决定并报国际批准，增补李立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下面请立三同志讲话。把箱子，把箱子，把箱子。
话，老板。哎呀，黄老板，过得好清闲呐！啊，还好还好。这位兄弟，一看就是北方来的，到这里闯上海滩来了。正是。初来乍到这花花世界，一是想问问行情，二是想来添几件魔术道具。好说好说。阿华，哎，出来应付一下台面，来大客户了。来了。你从哪儿进来的？华老板，一看他我就知道，一定是从北方乡下来的土豹子。他哪有什么钱买值钱的魔术道具呀？哟，阿花小姐，可不敢以貌取人呐。华老板，艳福不浅呐。见笑见笑，您里边请。请。阿华，可不能怠慢了我的客人。看他那样子，就是个没钱的主。嗯。看好对面，我去谈笔大生意。嗯。当务之急，是必须采取政治的而不是路线的斗争办法，解决顺治省委和江苏省委的问题。关于解决江苏省委的问题，我认为首先成立一个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巡视组，经过调查研究，弄清是非，为中央提供决策的依据。哎，我同意罗迈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啊，罗迈同志也可以参加这个巡视小组啊。自李大钊同志牺牲之后，顺治省委的问题很多，我建议中央派一位权威人士北上，尽快解决问题。恩来同志是分管组织的，解决顺治省委的问题非恩来莫属。哎，可是我分身乏术啊。哎呀，没有关系，等你上海方面的巡视工作有了眉目，然后再北上嘛。我提醒诸位，新年和春节就要到了，我们要充分利用年关机会，发动城市的工人市民进行罢工罢市。我赞同李三的意见，借此可以锻炼纯洁我们的队伍嘛。恩来同志，杨英同志有重要事情和你商谈。对了，他说彭湃同志如果方便也一并前来。周发同志，你看。你先去。杨英同志啊，一份是毛泽东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一份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你是怎样看待这两份报告的呢？这正是我请你和彭湃同志来的原因呢。我从泽东同志的报告中看出，自从他和朱德、陈毅同志会师以来，极起极落，尤其是八月失败，这几乎把两支红军队伍搞垮了，实在是不容易啊。我看了老毛的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在政治上很强，而且行文的笔锋仍然还是那么雄健，但用心品味，我又仿佛感觉到他和朱德、陈毅二人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毛泽东和朱德而言，我更了解朱德，他戎马空总20年，在党内目前可以说是无一人出其右，他为人厚重，如果和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军事上产生分歧，他也会自己处理好的。相对而言，我更了解毛泽东同志，但愿他们二人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啊。那会的。还有个情况就是，彭德怀的红五军上井冈山以后，山上的军队增多，生活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就连朱德这样年龄的同志都要亲自下山去挑粮，因此我们应该研究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地方。
正如湖南省委所说，人口不满2000，产谷不满万担，这样下去，如何支持红四军和红五军呢？这恐怕只有靠他们自己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给他们提供情报。局内先报告，张学良将于年底易帜，实现全国统一。到那个时候，蒋某人一定会集中兵力进剿井冈山的。他们的压力会很大。嗯，这个消息很及时啊。好，那就请湖南省委转告他们，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做好准备，以对应更加残酷的反围剿斗争。嗯。原来，在那天的会议上，我表明了服从中央和国际决定的态度。但是，我必须向中央和国际申诉。贺森同志，自你我西渡勤工俭学以来，走过多少坎坷之路啊！想想守常、史炎、锦瑜、延年、乔年、郭亮等等同志，我们就不会有什么个人的委屈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个人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咱们那些同志的血是怎么流的？我真是担心立三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一味的起义起义起义。来，喝口水。何森同志，说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吧，作为一名党员，尤其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能够做到坚持真理是不容易的，而且能够做到忍受委屈则是更难的。再说，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就要服从党的决定，对吧？恩来，你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嗯。哎，小邵，把我那件皮大衣拿来。何森，你一定要保住身体。基于你的身体情况，也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同意了我的意见，你立即赴莫斯科治疗，同时作为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与工作。恩来，我谢谢你啊。哎，别客气。何森同志，这件大衣是恩来在欧洲学习的时候买的。你身体不好，莫斯科的冬天又特别冷，所以啊，你把它给带上。不，这大衣我不能要，过几天恩来要北上处理顺直省委的问题，到时候他用得上。哎，何森，我不能要，收下吧，我毕竟在自己的国家，再说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还能冻着我呀？哎，来。是啊，带上它，到时候啊一定用得上的。收下收下，来，带着。谢谢。你知道吗，你的好朋友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吃饭都成问题，他们二位都要下山挑粮食了。小赵，陈庚到了。好。哦，来坐。啊。恩来同志，有紧急情况。发生什么事了？据来自内线的消息，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叛徒。查到没有？没有。为了党的安全，要尽快查出这个叛徒来。是。那你与何森同志的行程安排？不便。另外，请你转告杨英和彭湃同志，多多关注两大红军在井冈山的困难。是。老彭啊，您行吧？朱军长，你不要太小看我啊。哎呀，哎，小心脚下。哎，好。天实在是太冷了。是啊。哎，你看啊，这风好大呀。嗯，对。哎，老彭啊，来，我帮你。不用，这老天爷越是恶劣，就越是要和他抗争啊。老王啊，咱们菜场歇一会儿吧。好，歇会儿。
咱们也没有什么吃的，好冷啊！哎呀，没想到啊，曾经跟着我的老乡长蔡松坡先生，护国讨袁的大旅长朱玉阶将军，居然落到和我毛泽东悲凉的地步，你说是不是我毛泽东之过？你要这么说啊，我也有话说呀！啊，你堂堂的一个共产党的发起人，毛润之。哎，你不也在这荒山上落草为寇啊？然后也落到和我这个旧军阀一起在山上背粮食。那你说，我不也是罪该当诛吗？哎呀，我们这些人呐，就像是西天取经的孙猴子。嗯，不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很难成正果。嗯，是啊。哎，那个时候啊。建党不容易呀，可是我找党也很难呐。哦，是吗？来，说说看，难在什么地方啊？当年为了探寻中国革命之路，嗯，我找到了共和先驱孙中山先生，嗯，可是啊，他不要我跟着他一起救中国。接着，我又找到了党的总书记，嗯。陈独秀，他也不要我，没办法，我只好跑到了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寻找革命的道路啊。在德国，我碰上了比我小一轮的周恩来，他把我领进了共产党的庙门呐，从此我就当上了愿为英特纳雄奈尔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英特纳雄奈尔，就是共产主义。对，怎么样，不容易吧？啊，这就是我找党的路啊。是啊，看来我是个土豹子，你是个洋豹子。不管他是洋豹子还是土豹子，累了就要休息。举来几盘脚破的努力。起来，全世界受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就是些来来来，你俩过去帮首长啊。好，好，努力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哎哎哎哎，你是个红军战士，怎么干起打家劫舍的事来了？啊，今天怎么又变出一条来啊？你再看看，今天这条和那天的是一样的吗？这儿。朱德济，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这是朱德的扁担，谁也不许偷走。偷我的扁担是要挨军棍的。我明火执仗的拿，帮朱军长退粮食还不行？您别操心了啊，咱们走吧。哎哎哎，小鬼，放下！让他们帮你们拿呀，是为了让你们有时间多谈革命大事。我看呐，这个主意啊。都是你出的，你们我看也是，应该给我立功。好，看，我们二人呐，犯了军家大忌，在这开玩笑，被人偷袭了吧？是啊。好，走。啊，走走走，走。你下山以后，把我们两个人的一些初步想法。和陈毅同志交换一下意见，然后让小龙通知彭德怀，等我下山以后，亲自征求他的意见。未雨绸缪啊！我看，让女同志先行动起来吧。哎，最好不要让咱们的夫人先知道内情。那是一定的。哦，对了，你的老部下
曾志同志分娩了，听子珍说是难产，他让我一定去看看曾志。那你也代表我朱德向曾志问好。啊，一定。再见，再见。好，多保重。快！走了。